学生的权益。邮政仲原本打算亲自出面，但在医师评估后由一双儿女代替发声，只是孩子情绪激动，最后由律师代念邮政仲的心里话。身为普悠马号列车的驾驶员，本人承诺不会逃避、隐匿或是说谎，我会坦然面对且配合司法调查。承诺会负责面对台铁定调人为疏失，外界将可能祸首指向他。邮政仲说，近日饱受身心煎熬，不论心理及身体方面都承受相当大的压力，受到各界人士以及民众艺人一性的关心，深感欣慰。上帝既然留下了我的活口，就是有些事情要我去做。正向面对这次意外，民众加油打气的黄丝带也带给他很多力量。医院更安排唱诗歌替司机员，也替死伤者祈福。随着伤势好转，身心里逐渐恢复，邮政仲最快这几天就能出院。土八东西一两报道。